陛下，你要不要看歌舞？没意思。那么去打猎？对，去打猎。哎，不开心，不开心，不开心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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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凡提，岂有此理！我不开心，他倒是挺开心。是啊，是啊。陛下，嗯，我们给他出个难题，让他也，让他也不开心。哎，我们换身打扮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哎，哎呀，染布的。哎，真主保佑你。啊，哎，尊敬的客人。您是要染衣服，还是染丝绸，或者染布啊？要染一匹布。喏，那么，请问您需要染什么样的颜色呢？这颜色嘛，不是绿，不是红，不是黄，不是蓝，而是这个，是世界上没有的颜色。这，哦，没有的颜色，没有。行啊，一定照办啊。请问哪天来取货啊？哪一天取货？这个不是星期一二三，也不是这个星期四五六。更不是星期天，除此以外，随便哪天都可以来取呀！啊，这真是哪天？帽子！哎呀！阿凡提，啊，国王命令，自即日起不准任何人开染房，违令者斩。啊？
您要买鞋吗？不，我想买，我想买我的手最先碰到的东西，行吗？行啊，您的手最先碰到什么，那你就买什么吧。嗯，好，好啊。嗯，好。哎，这双怎么样啊？不要。哎，这双呢？不要。哎，这双吧。哎，不是，不要。这双？嗯。这双？哎呀，不是。哎，这。不要。哎，这双呢？我是来买你的。嗨，什么？你到底要买什么呀？我是来买你的靴子。嘿嘿，我知道你要买什么。啊，哎，哎呀，来呀来呀，哎，来，别躲呀，哎，来，哎，请啊。来呀！哎呦，别！来了！注意！只要我的手一碰到你，我就要买你。我要叫你当我的奴隶，不准你唱歌，快活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您的手最先碰到的是梯子，买梯子吧。啊啊，嗯啊，哎呦，啊啊，哎，亲爱的。哎，这回啊，这梯子非得卖给您不可了。哎，梯子，哎，梯子，啊，等等，哎，梯子，哎，这梯子卖给你了啊，阿凡提，啊，国王命令，自即日起不准任何人做鞋匠，违令者斩。好啊你啊。别唱了，为什么阿凡提还在唱？陛下，他现在当了木匠还是这么开心。真的吗？对，问问他。阿凡提，请问你为什么这样开心呢？啊，不能说。阿凡提，亲爱的，请你。哎呀，这可是个秘密。看在真主的面上，请你告诉我吧。告诉我们吧。不行，这个秘密只能告诉穷苦的老百姓。
我不是国，不啊，他们也不是我的大的，哎，我们也是穷人，对对，简直是叫花子。哎，既然是这样，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走走，你快说呀，你说，快说快说，你说呀，别急别急呀，哎哎。你们可都听清楚了啊！啊，是真主赐给了我开心。真主？嗯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哪儿？他就在那座古城的废墟里。啊！每天一到半夜，这真主他就出来一次。哦。哎，等到你看见那个彩光一闪的时候，你就赶紧的去求真主。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嘿嘿。哦。哎，那今儿晚上咱们就去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就去。走走走吧，走走。慢点。走走走，轻点轻点。轻一点哦，走走走，珍珠啊，你在哪里呀？珍珠啊，你在哪里？珍珠啊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哪里呀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听说从前统治这个古城的是个残暴的国王，后来被百姓杀了。啊！嗯。哎呀！哎呦！我也杀过许多老百姓。哎，他该不是找我去作伴的吧？但愿不要碰到他的阴魂。这也许就是他吧。真主。珍珠啊，饶恕我吧，只要让我找到回去的路就行啊，珍珠。听清楚了，今天不开城门。嗯，为什么？残暴的国王下落不明，大家正在推选新的国王。岂有此理！我就是新国王，谁让你们选新的？哎，你们大家看呐，这个叫花子居然敢冒充国王！不，我是真国王。哎，他们俩可以作证。一点不错。他是国王，我是左大臣，我是右大臣。
可是你们昨天亲口说的，你们三个是真正的叫花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哎呀，那是寻开心的。这不算数啊！我说啊，现在你们三个就不要再来寻开心了。当心，冒充国王是要杀头的。要杀头的，懂吗？阿凡提，咱不跟他。你等一等，阿凡提，我证明他是假国王。阿凡提，我们愿意效忠新国王。你们才是假大人。假的？什么？我真的。他是一个假国王。我是真国王。他是假的。谁是假的？真的。他是假国王。我是真国王。你是假的。我是真的。你是假的。真的。假的。真的。